大家好，我是小哈。那我现在是担任《全民枪战》的小编。嗯哼。对啊，其实已经有一年多了。哦，一年多了。对。那其实一开始我在玩的时候，我直觉就是头好晕。头很晕。非常晕。动来动去你会头晕这样子。对，因为以往我是玩一些比较像骑士啊那些练等的游戏，哦，可是枪战的话，我觉得非常的不拿手。哦，我为了这个游戏，我现在我的粉丝团三分之一的粉丝几乎都是全民枪战的。哦，对，那剩下三分之二是来骂你的，但是买暗赞工作室，各种原因来的吧。是吗？那就是因为我的笑声吧。哎呦，你笑声。哇塞！你这到底是什么？你什么宫廷戏出来的？哇塞，好适合哦，好适合哎，欸！很多人说我很适合去当配音。不是，你就直接去演那个坏的就好了。还珠他他要笑的时候，你就出来笑，剩下的时间交给人家。就那种坏公司，然后后面有个员工笑特别大声，这样子。好妙，好妙，怎么这么好 ？OK， 好，其实是女生，你女生才不会打电动呢 ，Come on！ 你的白眼跟我有得比哎，是要比下一次吗？我的撩着头发。现在重点不在这里吧？哎，会不会这样笑一笑，粉丝团人就变多了？然后等一下呢，我要去进入一个不知道是谁的一个创造模式，然后玩给大家 看其他的。然后这边有枪，啊，是不是我的枪都是最好的？好，因为这完全你的枪看起来特别大，你的枪，你的枪是最好的。我真的不会学殊不知。这个要你玩，你是小编哎，你的枪难道拿最烂的吗？也不会殊不知吧？好好理解哦，刀赞，好好理解哦。等一下，完全是一个错误。我知道，我们看得出来啊。你刚刚，我忘记跟你们说，我最弱的一点就是拿刀。你会头晕的吗？一定要。我们不会晕啦。一定要很靠近。头晕的话，代表要吐在现场啊，没在怕的。胡说哎。那我们如果连玩游戏都晕的话，我们这辈子真的没有任何的技能了。所以基本上我们是不会晕的。所以这个真的，你们好像在玩捉迷藏。而且我们在睡头好多声音哦。来白超100啊，来100。等一下，我要做出一件事情。我不想要玩刀。好，离开。好，可以。找一个枪的。逃避虽可耻，但是有用。好，我现在有点紧张哎。不用紧张啊，反正不用紧张了。我们大家都觉得你应该不会赢，有什么好紧张的？哎呦，一对一比较难找人哦。吃饭，然后你们就是很开心这样子，因为我们就是这么的鸡蛋，并不是因为你失败，只要你回合结束就把你拍一次手，好不好？加油，都可以。那我都会拍。你露头了，你露头了，真的，你被他点了两下。有。哎，好好，对，好。哎，你们刚是有看到一个红红东西的？没有啊。我觉得我的血丝比较少啊，好奇怪。一定是比较少，对，血丝只有三滴，还是我那个啊？哎，有可能，还是你小肌肉不发达？哎，为什么他拿铁锤？他拿铁锤嘲讽你，他憋你。他藐视我，哎，他藐视他憋了，真的憋了。这是你最强的枪吗？对。他只有一个拔蜡，我看到了。厉害！失败！要不要走另外一边看看？哇，秒退！还行啊，还不错啊！的确蛮会的，本场更有价值武器，就是他的那一把，好不好？走走，我再给你一场机会，小朋友成长，我再给你一场机会，我就要介绍别的东西了。你们人太好了，哎，我刚刚那全部是一个错误。好，没事，我们全部忘记了。哦，这个我会。我也很常早上起来觉得我人生是一场错误，但我还不是活着。我也觉得我昨天做的决定都是错误。这个也是那个吗？这个是。哎，有队友不一样，我跟你讲。好，有队友了。对，有队友不一样，要小心一点啊！一来挪动，一来挪动啊！走。哎，有生化病毒哎。有病毒哎。你出现了。是谁？哪里？在哪里？你们知道我会很紧张。哦，不要紧张。在你后面，小心！
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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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不是你杀，刚刚剧情不是你杀的啊！那我来秀另外一把枪。啊，秀吧，秀一下！哇，这枪，这是什么？欸、就是枪口对自己啊！哎、欸，不要说谎话！当你一只手指着别人的时候，有三个枪口是准备针对自己，好不好？什么烂？魔底出现，魔底出现！那为什么可以教他？哎、欸、哎，这不是刚刚那个吗？哎、欸，小心小心，不知道，每个都摆一样，大家在赏鸟是不是？真的、欸，背着背着太周年去拿不了吧？哎，啥啥也没有，人类胜利，人类胜利，人类胜利，拿狙击就是不一样，真的好会啊、喔，而且鸡网哎，而且这是狙击哦，对。哎、欸，这一支、欸、还要多久？欸、我们差不多要换下一个了。这支是全民，这一支是全民枪声里面的枪王哎、欸，是吗？对啊，那怎么拿你手上像小枪？这一支很哎，生化母体出现了。哎、欸，这一趴还要多久？我们真的要介绍别人？哦，好好，我打死他，打可以了，可以了，你打不死他，你打死他。完了，他们都变。僵尸，我没有。哎、欸，我不玩了，我没有胜算了。好了，差不多了，我们直接送进去。好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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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好好来，好，然后呢，很多人就想说，哎，我觉得他好好笑、哦，我想要追随他的，他好漂亮哦，讲错了，想要追随他的粉丝团，那要怎么？让他怎么报什么符号？哈哈 no 粉丝团 baby 619啦，哦，哎，哈哈 baby 619啦 ，OK OK， 六月十九号生日是不是？哎，被发现，还是民国61年出生，61年出生九月，还是西元619年，超怪，请请请请请那边，哦，我出去了吗？我们这边有时间有限制，我们没有限制。现在没办法进广告了，感谢感谢，好感谢，还有摔摔摔摔，飞奔，好，谢谢，拜拜。